实在就是 SUM。大家好，这里是云林虎尾油多汽车，我是钟伟，为大家介绍这台是2016年 Toyota Altis， 店内售价52.8万。接下来带大家来看这台车的外观，这台车的外观非常的漂亮，漆面维持的非常的好。那这台车有加装 LED 大灯跟鱼眼式的投射雾灯，前面有两颗前车雷达。这台车有 iKey 摸门电动收折的功能。接下来是车尾的部分，它的车尾上面有一只原厂的尾翼。那这台车不只有两颗倒车雷达，还有两颗倒车显影的镜头，又助于我们倒车上面的安全性。再来是引擎室的部分，这颗引擎维持得非常的好，目前里程62,000。那它的车身条码都还在，各个螺丝也没有拆卸过的痕迹，并且通过 ES 第三方的认证，全车原版件。再来介绍内装的部分，首先看到这里有个多功能的方向盘，影音的快捷键跟萤幕的功能快捷键。那这里有个定速功能、循迹防滑、免钥匙的 iKey， 跟前车主有加装一个抬头显示器。目前里程实跑62,192。再来看到中间的部分，有一台萤幕主机，那它的功能有卫星导航、数位电视跟倒车显影的功能。那它的下方有一个恒温空调冷气系统。那前车主是一个非常顾车的人，他不仅加装了安全上的很多配备，那他的内装也顾得非常的好。简单看完这台2016年 Toyota Altis， 店内售价52.8万。我们是云林虎尾油多汽车，欢迎莅临赏车。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，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谢谢大家。实在就是 SUM。